乾坤山上，滴滴不见雷兽现身，中原人士不由心急。奇怪呢，这天下第一枪为什么到现在也未出现啊？难道伊惊了吗？雷兽敢真正会来？江诺，巧如来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可有见到雷兽出现？江诺何处出现？我在此等好多时，也未看到雷兽出现。啊，怎会这样？巧如来，时神将至，为何也不见中原出现主人？若天下地枪再不出现，那这一阵便是由我西剑流不战之胜。时刻未到，不容军师错心。难道雷剑飞恐怕是凶多吉少了？现在发觉已太晚了。就在众人担忧的同时，我正施行计计。七神祭祭，黄昏飞地之剑，由西剑流拿下。雪花半孤魂，山壁不敌春，云中敌独魂。殿下，吴将军。哟，神医高友。No！雪山野人为雷兽之首，我上天云山。少林枪再度面对乌马战都，失控的技能灵活力道攻白下马大桥，是相同的面容，是不同的心境，是何种的立场，在救美方再出相逢的庄稼人与水亚人，是一场的无情死斗，或是一场兄弟修人，也是狂天破冰的意外之局。剧情即将进入精彩最高潮，欲知结果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宫宿地戏》天地洪福禄之不战时刻第17集《公与影》。